现今社会，人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健康危机，包括十大健康杀手。而根据统计，全球有54%人口正面对着这些疾病的死亡威胁，患上慢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。归根究底，就是这些病不容易被根治，而只能依靠药物减缓或压抑控制。当害怕面对病魔的侵害，人们才开始注意饮食习惯，关注生活作息，并且服用各种保健品。其实有时候已经太迟了，尤其是现今时代环境已经备受污染，而且充满各种各样病菌。当病患在承受着这些疾病的折磨时，他们的家人也一样承受极大的压力与痛苦。所谓一人中风，全家发疯，不是没道理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，让自己重获正常健康生活。而这一切都将聚焦于我们人体最基本的组织——细胞。许多疾病的源头其实就是来自于细胞的问题。寒湿淤堵、经络不通、免疫系统瘫痪、身体血管堵塞、细胞发炎及变异等，都是导致严重疾病产生的祸根。由爱立宝国际集团所推出的真爱宝太赫兹细胞理疗仪，是开启人类健康的新时代产品。太赫兹波的波段位于远红外线与微波之间，波长是30至3000微米之间，和人体细胞所发出的波长一致。照射时发生共振，能迅速增强人体细胞能量，激活惰性细胞。辐射能量仅为阳光的40分之一，手机的1000分之一。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，对人体毫无危害。太赫兹波强大的穿透力，能穿透皮肤20至30公分，直接进入脏腑，到达骨髓，快速疏通经络，疏通淋巴，改善微循环，排寒祛湿，软坚化结，滋养肌肤，修复组织，呵护脏腑组织，进而达到强化细胞自愈力的效果。其原理是打通血脉管道，解决血管阻塞的问题。真爱宝细胞理疗仪及太赫兹、量子、光学石英三大技术，核心部件水晶能量管融合了100多种微量元素，一体成型。通过中科院、中化所权威机构检测认证，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认证。真爱宝细胞理疗仪就像探测仪，具有智能识别细胞好坏的功能，好的恒温通过，坏的瞬间升温，把它液化，通过汗液、大小便排出体外，对于三大亚健康问题特别有效，分别是炎症、皮肤病及淤堵，对人体疾病产生预防和保健作用。真爱宝细胞理疗仪的十大优势分别为：一走，走身体的奇经八脉；二扫，横扫身体的12经络；三刮，刮去体内有毒有害物质；四除，除去不属于身体多余的东西；五搜，有扫描的功效，可以找到身体潜在的疾病；六通，打通经络和淤堵；七排，排毒素；八条，调五脏六腑，调节免疫力；九补，补充人体阳气；十修，修复细胞和组织。爱立网国际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层，致力于推广太赫兹波技术及生物理疗。我们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，以及全方位的10年市场发展蓝图。随着大健康趋势高速攀升，太赫兹波技术及其产品将会更多的人重视与健康机构的认同及支持。爱立网集团期许为更多人带来健康福音，提升大众健康知识，远离疾病危害。使用真爱宝恢复好细胞，你的健康由你决定。让我们共创真爱宝太赫兹生命时代。